好 ，OK 啦，那好不好？第三次破这个无限塔，好不好？再破是绿光森林这个无限塔，第三次破。那我要把剩下这个副本的这些任务破完，好不好？我必须要把它破完，所以说。所以说我又过来破咯 OK 看一下应该直接进去吧来吧来破吧来来来来来来像怪，OK， 结构结构，完蛋掉了，我看我怎么其他招吧。看有什么其他招？其他招比较吵。滚出！这两这几招是基本。是什真空劈斩，嗯，走，观看是什么？五，这招是消耗四个 SP 啊。好，我们干架了，干架的话，新增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雷神之锤，哦，直接电完。会说话的石像，又是你。OK， 干他，他是没任务是不是？然后地震，消耗比较少。看到什么招、哦、比较有意思？就消耗四 SP。不、嗯，真空劈击。这招有。是单体吧？单体破绽追逃，这我有，我有放。对，然后四 SP 是哪招？我看一下。哦 ，OK OK， 那这招嘞？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招什么？五、哦？怎么会那个、啊？两秒，这招好像，看这招什么？啊？
可能就只剩下十秒，太久了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这招看看，这招是 OK。这是冲刺是不是？这样吗？哈哈 ，OK。哦哦哦！OK， 神罚之锤，雷神加护，这一招看一下什么？才消两格哎，这样比较好。这个是烈焰，这怎么用？哦，没有，没了，忘了。停下一下，停下一下。看这招。知道知道，呜、哦，这招帅，这招帅，这招不要，这招帅，然后消耗两个 SP， 这招什么？好吧，我看一下他这个是 OK， 都要改成蓝。然后这是绿，没绿，那一只不用动。绿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招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这招五分钟。嗯？啊，没魔，没魔。被一种无形的结界，看这招，破坏之力，无形胶布。好了，不管，直接打好不好？不管那么多了。消耗二，消耗四，这几个都消耗四，这比较帅，这比较帅。啊，不管了，就这样。是三，没有，这比较好，应该是这样吧。还有一只哦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我打到一堆，我都忘记兑换了，哇，亏，这样亏到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十二个变异元素，可以哦，变异元素超过。地震一击好像还是比较好用，好，我还是用地震一击。
哎、欸，找到了这只，这只王啊，重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一直乱走啊？干，为什么这样？靠腰的，哦，我有开这个，难怪怪怪的。好啦，直接死吧。哼 ，OK，OK，、OK OK, 干掉。过来，过来，走走走。没了吧？没了，走啊，可以走。但他不给手，密码是。OK。等下等那个贝利尔下来，我就把他秒干掉了。那个，来啊，贝利尔，先不要打他。贝利尔，等他下来，等他下来。下来，兄弟，要把技能哈。等他下来就八秒，啊 ，OK， 干掉。别以为你很强，有胆识就继续往前走。巨蟒之心 ，OK， 然后走，来这边。睡魔沙德曼，哇，直接死。好了，那就结束了。这没道理，没道理，真的没道理。但是你挂了。OK， 接下来就没啦，结束。看我再回去找那个好了，什么戏？我回去找他，看一下他要讲什么。会说话的石像 ，OK。可我给他到底会怎样？就这样。古文的字条而已，我好像拿过蛮多字条，好吧。好了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不能打错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样就破完了哦。好，好，这样破完了。好，无限塔搞定，三破。